我叫阿迪利，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。这位是我的父亲，是叫阿利木。这位是我的母亲，叫阿利亚。我身后这座宏伟的建筑是乌鲁木齐京剧院，这是我彩排的地方，现在带大家进去看一看。我可是唱老生的，我表演定俊山片段，扮演老生黄忠。姿势啊，确实这个呢，他是学到位了。京剧是我们的国粹，对呀，博大精深，你要跟老师要好好学，一定要把这个传承下去。